因为古代的那个道宗，那个我们中里传道集哈，中里传道集啊，这也是千龙符啊、千拱啦哈，它这过来大家看的会比较不飒飒，因为古代的人都用隐喻的，隐喻的东西不敢把大道哈传于详细的记载，到隐喻的东西哦，啊隐喻这门啊，大家会摸不着头脑。那为了让大家对单道的实际的去深入，我们就把道宗鼎铭现代服软的最接近现代服软的。 由无极老母下降的服软的道宗锦明，以得的九绝玄功，就是我们所谓的九转玄功，是丹道的基础。那我会在闭关的时候呢，我在闭关，我修炼的时候的过程跟九绝玄功它有什么相应，会告诉大家。啊，它是什么过程？但是有些喝主的功哈，书本的你不是了解书本，你可以了解它其实的变化。 有一天你如果要到丹宗教具足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怎么修炼了。啊，所以今天的课程就比较实际的把那个丹道来讲一下。这样子讲，我们那个太极拳的老师哈，郑德山老师哦，今天请假，因为他太太今天开刀，啊，几多了，伊讲请一天哦，我讲安尼好，啊，请假咱就是先来讲这道宗锦明这吼，啊，让道宗锦明大家了解一下。 道宗锦明大家对以通众哈，一般来讲佛教哈，讲的是什么？哈，佛教讲的什么？就是哈，你看佛教讲都是打坐中主要是要明什么？明心见什么？见心。啊，那道家呢？大家主要是要讲什么？修，修这个心，练什么？修。 大家讲的是修心要去练这个性，所以有九转玄功的修炼。我们是靠练的，练到性了，性光一出来的话，都开了。哦，修心去练这个性。那儒家讲的是存什么？存这个心。性。什么性？养性。养性。末悟就是为了找这个性而已，找这个性光，跟这个心性的问题。 所以只要讲到心性的功夫的话，都属于比较正确的名师啊。好、哦，所以五阳经典五功体会，找求名师参透什么？参透心性。好，我们在那个定慧解脱真经的这五功，找求名参透心性。只要你是讲心性的东西呢，如果在心里头的动，了解这个心，心有分为两种心，一个叫做什么？妄心的，一种叫什么心？真心的。 对，那妄心如果你了解这个妄心的时候，你就会找出你的真心。真心就是来如来的。那如来心一般我们都找不到，我们都是用妄心做事情。所以要了解你的心所碰到的这个都是妄心的，才会见到你的性。性出来是由真心出来的，才有消的性。所以一定要了解明心见性啊、哦。那我们修是修这个心，心是贪爱的，我们把这个心修修修到最后呢，厌这个性光。 戒精济神来悦，道家是这样子哈、哦。那儒家的话是儒子的话就是存心养性，好、哦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这一下存心养性，这也是一个穷理尽穷理怎样？穷理尽性。对，尽性的功夫。好、哦，去了解它。所以君子呢，为了达到他的自身自善自美，无所不用其极去达到这个目标。 像孔子都这样，无所不用其极达到自真自圣自美的目标，这个是穷理尽性的啊、哦。所以儒家也好，或者道家也好，或者是佛家也好，讲的都离不了这个心性哈、哦。那我们重点在这里，今天我们讲是道家的哈、哦，所以我们道家像我们现在讲圆觉心的时候是讲明心见性的，讲有三种的修禅的方法，这不离根本的三种修禅方法。第一个观。 世间是幻象的，就是要了解心所见的是幻象的。
这个心是幻的，要了解。第二，心是烦恼的，真正烦恼是假的。心里头产生是妄心的，这是妄心，又是烦恼，又是幻象的东西。如果这些都能拿掉，就可以进到圆觉性，很简单吧？但是二十五种根本打错目标，只为了这个目标。好，佛教圆觉经讲的，所以有二十五种经讲哦，佛教是讲这些的。好，咱道家就讲，就讲不要那简单，啊那简单哈，啊道家讲真义气哈，啊名家在讲存心养性哈，啊那大家了解哈。啊，这个、我们道教来讲的话，因为以前的道家讲的什么千孔啊、水火啦、啊、龙虎啦、啊，吼、哦、这些名称哦，都为了大道不能讲出来，暗中藏起来，啊，所以大道不能弘扬。哦，以前都是讲，你也是讲吼、哦，这连刚刚讲师父传的这些法，你也话未讲出去哦，会安那，会安那，会什么？天打雷，被天打雷劈啊，吼、哦，或怎么样，会遇到天谴啊。很欠的啊，会遭到天谴，所以以前大道都这样，上下一贯道的书文也这样写啊。哇，传的传过，你传过讲什么的，就来天打雷劈啊。那古代那时候传道都会这样子，因为很闭塞，怕这个大道传于匪人，不传于匪人就只让大道。我在歹道啊，不要传的匪人，这个人不是健康的人，是阿姨起码偶尔起码哎。魔多嘛，在学这样，学了魔多，我发你光球啊，但伊心修无好啊，所以不可以传回，会遭天谴。好，也意思啊。所以以前的话，为了怕遭天谴，修炼人成道的人哦，都用暗喻的方法，写什么千拱啊、三门啊、龙虎啊，都是暗喻修炼的这种过程。啊，那咱这问大众几名的武器啊？当然，这几名是由无上老母、无极老母直接下来服软的。哦，啊，这另外，当几门胡乱的，这边看有啊，哈，按第几页？一百几页？225页哈，啊，翻到225页，对吧？225页啊，这八大金仙，啊，然后得到成佛的八大金仙，一尊一尊来下讲讲的，所以这个是最近比较接近我们的生活面的生活禅的丹道。那我在修炼的时候，我看这看好几遍，我把这个丹道里面去，把我所做的跟里头去印证，这本书是真的。而且你无安尼去坐的嘛，你绝对无法度知影什么叫做鹅药。地油啊，你滴袂到，你也唔知地油滴袂到，你搁坐三十年嘛无地油啊。但一定要专门做来坐，你就知影什么叫地油啊。所以咱人袂使自己个头壳吃无好，一定要照这来行。哎，这人这是现代上。上先有慈悲才降下来，但是这部肯定是上接近咱的。好，好，啊，咱即摆讲这慈悲吼。咱何物件要炼丹的时候吼，就是爱怕基础。如果没有基础的东西哦，我们这个慈悲就是等于我们这样的什么炼身、炼灵。那恁即摆的炼灵也好。哦，而且这把在年轻更替，其实这个练身、练灵的阶段，这个都属于什么阶段？逐级阶段。那是在主位等的中间的母牛下岗，在教练性的中间的由那个63代的张定师，但是三代张定师过世了哈，这嘛打完打四代的变双胞胎啊，六代是张恩伯。张恩富啊，哈，恩富，张天书啊，伊带这个代表吼，带这个国民党来台湾，阿是从这道教会，伫个伫个咱台北的觉修宗，较受中，啊，张天书，伊看到咱这个华人的中间吼，那台湾会跳台。一直母牛派过特别客囝吼，要练这一阵在团里中间，伊讲先天庙啊，团着台练身哦。哎，那无得直接台拢会，拢会直接跳台。这个真侪人感觉讲，这可能吼，这母牛可能是一个吼妖魔鬼怪母牛，这较有问题啊。无那台拢会跳，你必跳台啊，啊，这可能有问题。要丁天书来看下啊，请丁天书来看，丁天书看下伊讲这句话，哦，这个是炼丹的足迹法。
炼丹，修炼瑶池金母是炼丹金丹的足迹的功夫，所以这炼的话也就对修炼有很大帮助。所以当后来有那个就那个大教会就承认这个灵动这个对人生没有害，它是一个足迹的方法啊，还了解吗？好，所以灵动啊，这一般想要什么安如立顶啊，你如果不了解灵动会帮助你修炼的一个过程，那是也很可惜哈。好，那就把提供足迹哈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拿起来哈，来看一下哈。基本好，我们把它足迹的做法哈，先天自道男童女，八宝七珠，血合金啊，八宝金，男孩子叫八宝，女孩子叫七珠，男珠叫八宝，少一那叫七珠，啊，女孩子叫做血，男孩子叫做什么金。啊、哦，这等跟男大到男跟女孩都一样，都是要修炼什么？都要修炼男孩子的八宝的那个精，女孩子要修炼女孩子那个血，好、哦、练那个血哈、哦。所以不离精血的修炼哈、哦。来，阿伯来，六万年来您爽妹，就咱已经沦为老板官呀。我们本身灵啊，已经讲这个灵啊，就愚昧了，不能回到先天去了哈、哦，不能成就佛道来。清修一旦暗黄，如果你能懂得清修一个晚上，一旦就是你能专心的一生中来清修的话，你由暗暗的这个什么愚昧的灵啊，会变怎样？得到光明哈、哦，就可以知道修行的方法哈、哦。好，啊，另外一点，呼吸有短有长，你的呼吸啊得打坐怎么？你那是短息的时候得安那，长息长生，短息的会怎样？得短期短命，我呼吸足长的，扭起来都有个落雨吼，拢几个分钟的啊。然后左手功夫呼吸为先，所以修炼第一个，你不懂得呼吸就不要修炼了。哎、啊，懂得呼吸就懂得气，因为基本你气都不懂，你怎么去修炼？安如地顶也要懂得这个气呀、啊。啊，那气的话都来自于那个呼吸这两个哈、哦，所以。长期产生，所以你坐什么地方摸不着，呼吸要缓而长，然后上来也是缓而长，啊到玄关，啊到丹田，啊过来到玄关，又到丹田，这个呼吸一上一下要很久，在你在打坐中要很久，你不能很短这样，没晒啊、哦，那修炼到最后你的脉搏会很低。脉搏可能会不到60下，可能会到40下，但是身体很好，因为你的那个调息已经够了，所以这个叫做长期长生，短期短命哈。好，我们把它看它的内容。哦，讲你都是先，这都是先讲的，不先都是先。南极先王会记的哈，南极先王讲的，已经到十几个今日了，哦。五仙啊，心系恁祖祖啊，外公做到真功大啊啦，外公做啊有够，你外公啊做无够，你要祖师袂起哦，啊那魔杖啊你乱哦，哦动有魔杖，善事啊易做的怎样，正很多了，一点碰起都爱那，外公要做广大，善事要做的很多，对家事家庭的代也要安置好势啊，安置好势啊。这三个要素啊，外公要广大，善事要怎样甚多，家事要安置，好事，这三个拢有够啊。安尼你财法办也已经齐备啊。哦，这个财法办等于你的钱，你家做的钱你有啊嘛？啊，你对修行的方法你已经懂了，然后呢，又有人吼、哦、啊，你护持，闭关你要老护持啊。哦，所以我们只要一有齐备，所以外头们闭关拢有财法办啊。搞到去闭关啊，稍微不搞闭关啊，修炼就比较快一点哈、哦。对于练心性的功夫，练心性的功夫，大家想对嘛？平常易做的纯正而能忍，哦，没有许多气节的委任你哈，委任在静中已经达到了没有杂念，
啊，怎样都无杂念掉哈，做到身上有千变万化之智，丝毫都无害怕。啊，因为那些坚强叫我讲，有一个叫做四神，啊，这四神也很厉害，会变，变真骨大，变细啊，变当到变妖魔鬼怪你乱哦，伊个中间人你都未惊。感应就阿弥陀佛，就未，你就未惊，无尽头你在坐车会惊惊，迄个阴神呐、啊，来干扰你的军心，哈、哦，这个我都过，我都过成鬼啊，哈、哦，丝毫都不害怕，虽化泰山崩落，坐车若快有泰山大天行突压在我的身体，也不会惧怕。又可以看到有人都拿枪拿炮，拿要杀你的头，杀你的，你也让他杀，你也不会怕，因为那些都叫做四神幻视所变化出来的。好、哦，心意永远这样，没有动的。明天我欠你的就还你，所以我得坐船到外妈啊，妈刚安怎妈阿姐安怎以后，到尾坐完四船后，我都心意不动，一心在修行，这个就会慢慢不见，这个四船的妈不见了哈、哦，心意永远动，一心守着玄窍，所以在静中是我不管他，任其自然，这才是初步练心性的功夫。已经得到自然的健全的效果，就叫得到你的自然效果。无你小看以后发现你有惊的，啊小看人物件你得一个吼害怕，那你没有办法修行。修行一定要心无，一心守玄窍。什么叫玄窍？玄窍就是玄关嘛，之窍。哦，玄关之窍就是怎样嘛哈？等一下会补一下，以后有时间再补一下玄关的窍哈。最后玄窍哈。两个眼睛的中间嘛，哈、哦，那个两个眼睛鼻子的中间那个骨哈、哦，骨神哈、哦，好。所以在静中什么不管它，任其自然，只初步练心性的功底，得到自然的进行效果。须知修真学道还丹很容易，还丹很容易，因为还丹你炼丹结丹一时就结丹啦，一刹那结丹啦，但是练心性之功最难。所以有台你用练心功来呀，用十几年、九年、十二年，尾啊还丹就过。养兵千日，用到怎样？所以会使坐下才会使停哦。你没有炼丹成，你不能停，要一直跑去做。黑的说练心性最难哈、哦，所以还丹很容易，但练心性之功最难。练心性之功，比如咱人生在怎样造房屋，咱的基础，除地基一样。你初初在起这厝的中间呐，也无先筑好地基吼，要安那我都一十一十个月梁柱啊，安那贴起。所以筑地基筑得很坚固，你后边筑牛瓦搞筑地基嘛的话呢，你的材料要备足。你想要建平街，还是要建三层楼，还是要建五层楼，都可以有你的人的愿意的希望，好、哦、去完成你要建的房屋。所以资料若丰富的话，进到中途自然不会停工。好、哦，或有欠掉的失败，亦免有困难之处。所以练心性者叫做足道基也。练心性者叫足道基也。心性者是什么？还丹的基础。阿刚心性进来，还丹的基础是做仙佛的来源呐、啊。所以心性的功夫若得健全、啊、在修学途中自遇到千磨万难，而心性永不迁移，就是已经进入真境。所以在闹动之中受世事渐渐的刺激，又逢万般的考场，而能心无乱，性无变，又能忍受看淡俗世虚景。人人若能抱持心智，则进行修道，只为道之自立，道基之资料。如此还丹，则容易贯通也。接下来各位说，因为我看最近的人哈，在修炼的时候，例如说，我们举那个蔡祖伟来讲哈，蔡祖伟来讲，我感觉讲，伊虽然去台中，伊了钱哦，一个刺激足重的，阿伯去这边来，去为了这个，各方面都2000多万的人民币哈。所以我看他本身第一个怎样的，他第一个心性不迁移。纳动之中，又可以受世事的刺激由万般的考场，他心就是没有乱，他性有变，他也没有变，能忍受，又能够看淡这俗事。但是我努力做、哦、如果有这样心智的话，叫摩诃地没得啊。还有达到你的足迹，他心性哦，一有达到比较进步。
我一般人哦，烤啦，冻会掉啦，会被煮杀啦，那怎么去修炼？对不对？还、啊、有修炼的人哦，万把烤人都无所谓。哎、欸，因为人真是假呀、啊，哦，啊，什么样被滑倒倒啊？什么滑倒，我看到的没倒啊？啊，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足迹的功夫哈、哦。啊，如果我再看到那个我们一个主任委，姐夫主任委一个黄正奇，好、哦，他就紧紧张，他每天都为了一点事情都很紧张。啊，很紧张，是无代志嘛，足紧张的。啊，查是真危险，伊拢袂紧张。张嘉玲即嘛，我甲真危险嘛袂紧张。张嘉玲啊，伊也拄着大家讲啊，真危险，讲无我是今日训练尔，我卖做尔，无要紧，然后转来我来修行啦。哎，袂来用对关，啊，咱安尼就是对关啦。因为你要修行的中间有在磨课，要考再考，考你的意志啊，都要看待。你不看待他，你不要去想修行；你不看待，你不要来准备考试。家考也会来哦，什么考都会到哦，财考也会来哦，哦，任何考验都会到。那之后我们修行就是说，我抱一个心志要修行，我这决定可以成就，今世绝对可以成就。哦，来，对，来，所以外公唯有善的要多做，所以咱奶奶心里的人哦，另外不跟我搞。无搞，你要练，但是人讲练袂啥会起，为什么？因为外功不够，所以定下去行外功啊、哦。啊，所以一贯道云来去躲人、躲人、躲人，就因为他做外功，他不懂内果。咱这里，咱是懂得内果啊，做的外功太少，啊，想要修行又很难，因为有三千外功，又有八百内果。你三千外功，你做无搞，你要修内果，嘿，我去这人帮你做啊。所以，比如我要修行，我就当修行，我简单啦，买外功哈。哦，所以外功为善人多做，自然资料才会丰富嘛。所以欲证诸证是人先，中证是什么？地先，大证是神仙，上证是天仙，最上一证是金仙。这个五证又叫做五等。但此五位的仙果，亦是人的信愿行而证啊。有我们的什么信愿行证信。愿行相信我可以成就，我愿意去修行，愿意去花这个大愿，我真正去用心去修行，结果得到果位，离不了这四个阶段：信愿行证哈。啊，你只要花什么愿，这个五乘，这个五乘，你知道我花哪个乘？我跟母娘花了，我花秤了，我花的是天仙秤，因为金仙秤我认为没资格，我认为我自己没资格，但我不愿意当地仙，我是花大秤神仙，我是花这个月大秤，就是因为我认为我只可以做到，我可以闭庄，我可以修，我可以度众生，我就花这个秤。那这个是因为你的意达到什么境界？也是有你个人的心愿啊，但是我们的那个我师姐比较注重这个线亲近啊，她做这种，但是第二花大愿就是她还没有到很菩萨性很够，智慧性也不大够，所以这个时候她就比较地仙一点哈、哦，这是个人的心愿。那我是在我是天仙啊，很抱歉，我是上乘啊，我是花天仙愿啊，我忘记看到我是花上乘愿。这个我不敢，你看这个我那么达不到，这个能达到再说，所以每一个意愿都不同哈、哦，所以你们要花什么这么仙的这个境界，都是由你的信念去花的哈、哦。好，邓子五种一人信念起而证，亦由人的功德而分哈、哦。邓子五等的仙果者，是以信念心性之功夫健全，遇事能抗过忍耐，不使心性妄动。而花什么无明火，可说是基础的坚固。对度己度人的事情，或者对于善事，亦有怎样广积，叫做善根深固，乃是有难有大多数人可能得此至道也。为何先要有这五乘的五等呢？因出乘的时候是怎样炼精学化气，把它重点把它画一下，你们这个要做重点。所以叫做出乘。练什么？精血化气。所以各位读，要安于入
没安如置顶的时候，这个都没有什么安如置顶。第二个是怎样？使积血无左漏，得长生不老。但外公讲未及，都是什么仙？人仙。出生就这样子。好，你们出生是什么境界？这大家阿祖跟阿斌吼，你若是讲芝麻有这样，你得缀我行吼。你若阿未吵，你若吵我，我该嫁迄都无啊吼。你阿未吵我嫁，你芝麻。哎，这年龄层嘛，比如说啊，外面的男女要容易碰到色欲，但是要克制它，但是呢又很难克制，但是至少不难，哎，这个顶多也可以达到人仙。人仙就这样，就是练精血化气，精血不走漏了，啊，得长生不老，啊，外功未足，啊，这叫人仙。所以你做不了外功，是为了你将来练哪里？你不要认为那个外功不重要。所以妙云师兄也发个愿要做部落格，对不对？阿碧的话就是做网络，其实这都是对你们修行有帮助的。啊，阿碧说好，我不要小心。其实这些都是为你们的，你就无嘛，为你个提意啊的个人的成就，哦。所以这个外公是自己要去发愿，哦。来，能够看好在上面，出生掉，终身是怎样？练气养神，哦，这个很重要。但本性养贵真理，所以不得变化，叫做定心。养神的时候，哈、哦，你妈妈现在有点就在于终身练气养神，但是她还没养到真理，所以她还不能变化。所以这个只是定心的阶段。啊，比如说人生这个走入这个第二圣的，大圣是怎样练气成神的？这个神呢，本性朗朗。自然有神通变化之境，本性朗朗有神通变化之境，而且已经有了，它会变化，它有时候做了就会出去了，外出就回来了。这时候是因为它大气练气成神，那个神出来了。上次是怎样？上次练神可以化形，出去就可以化什么？化成化形，千百化身。经十数年，注意听哦，经十数年怎样？热气超过。所以我为了修炼的时候，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停？我这一年没停过，因为我知道说这要经过十数年的热气烧灼。如果你在打坐中，你没有一直在闭关，那个热气在烧你的话，你没有经过十数年热气烧灼，里面的因子都很重，你不可能原则可以练出来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要经过十数年哦，早晚你有练热气烧灼，全身筋骨、跟皮肤、跟脏腑没有一点阴气。我讲的阴气，你讲你哪里有是那个灵光跟那个阴直之气哈，已经没有了之后，是大阴阳之功，而到直果。这个大阴阳我还没有到，这个以后还要怎样？如果你说我这么修起修它，就是说我在修到哦可能到这里，对不对？我甚至要跨越到这里，我还要一个大阴阳。我们大阴阳还没在，大阴阳等于说我远离我事先都办完的，变化板都办掉，为什么？在搞啊，降不忙啊。我就笨蛋，我就乖了，对吧？乖主流，他去大文扬，那就一下去大文扬，那大文扬得更高的福德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个人讲啊，大文扬有高人吼，拢咩啊，全拢是肉身菩萨啦，足侪拢是安尼吼，大什么阿得持果哎。Taoist Masters is a manual of Taoist training written in the form of a popular novel. The Taoist Sages 七真史传第一回卷上，连贫困偶失策也。好，咱今麦要讲这个七真书传哈，这个七真书传哈是咱电视与网路弘法节目。
道场即在家里，让您透过电视与我们一同修真。弘法节目急需您的赞助，我们的划拨账号是户名陈文宪，邮局代号700-244-1440-06-11010。全真仙宗道场坤元观，地址桃园县平镇市环南路二段27号6楼，电话03281115。